君君呢，请你乖乖坐好吃饭。啊，我坐好了。小猛群早安。这个我在干嘛？那个门啊，感觉好像鳄鱼奶奶的家哦。干嘛？沼泽旁边的家，鳄鱼奶奶的家。说什么？哪个是门？那个门啊，捷运的门啊。我们今天搭不同的车厢。绿绿的，全部都绿绿的。全部都蓝蓝的。有吗？有啊。有啊。这个这边是蓝蓝的。上面蓝蓝的。好，那小永晴今天不到七点起床，然后吃早餐有点拖拖拉拉的。没有。穿衣服也拖拖拉拉的。也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。你觉得有吗？我觉得有一点呢。我觉得没有一点。你觉得看不清楚。小永晴早安到了。谢谢。盐巴你看不到啊，盐巴透明的，你都已经粘在蛋上面了。你盐巴又不是黑色的，你可以看得到。我都没摸到。盐巴已经弄在蛋里面了。在怎么？附在蛋上面了。吃，你吃就会觉得盐咸咸的。我觉得辣辣味。对呀、啊，那就是盐的味道啊。小永晴的早餐，今天吃一颗水煮蛋，配一颗馒头跟牛奶。你把蛋黄挤出来，挤不出来。好，你不敢吃？好吃啊！啊，这样变成很好吃啊！真的，我们连菜都能吃。多嚼一嚼。咸猪肉啊！啊，给我给我。为啥不咸猪肉？嗯，因为它有腌制过的咸的猪肉。咸咸的叫咸猪肉。这个太苦了，不要。不会，你根本就没有吃进去。今天婆婆煮鱼鱼菜菜，还有妈咪最爱的蒸蛋。君君知道哈。不用塞太大口哦，小口小口这样吃，这样嚼。鱼皮好吃吗，婆婆？我要吃鱼皮。你要吃鱼皮啊？好，用一点给你。鲑鱼皮。你看你嘴巴是不是塞太多了？慢慢吃，嚼嚼嚼一嚼烂。要配饭哦。你看后面这边有贴纸，它这边呢、可以配合这些页数做使用。这里可以配合第十一页，你看找一下第十一页在哪里。把条纹好翻一下第十页啊，原来是把这个条纹贴上去，这个条条纹，对对对对，那就是帐篷的支架哦。为什么会有支架？你试试看，因为他们要去
露营啊，所以会有帐篷的支架啊。那我这边是，他说这里面会有这个小孩子吗？对呀、啊，因为他们在帐篷里面要取暖，生火取暖，这是住在芬兰的地方，他们这里要吃东西吗？嗯，有可能哦。他们用皮毛，然后木头搭成一个帐篷。你看外面这个帐篷，一根一根的支架，然后他们在里面生活。嗯，为什么他们在里面呢、啊？嗯。这边要是贴吗？白色的？不用，白色不用贴。那你可以把指甲贴满。这个？嗯。这些都是贴纸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哦。啊，你可以倒数，你可以贴这个，日期，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、9号这样子。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可以从圣诞节的12月的1开始贴，12月的1号，然后贴24号，贴完之后隔天就是圣诞节了，圣诞节就到咯。还没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今年12月来贴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然后你可以先贴其他的条纹。好，贴条纹。 OK，你今天来贴条纹，贴木头，你要做那个帐篷，对不对？嗯。好。这条可以贴吗？这一条吗？可以啊。吃得起来。嗯。那谁的影子啊？嗯，是这个小朋友的影子吧。很多根木头、哦、对呀、啊、你听得很好。这个好，小梦君睡前喝水，然后要准备睡觉了。晚安， Good night。保护我，我会保护你呀、啊。厕所门请关。好的。那边湿了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？被你弄湿了啊。怎么用的？因为除湿机的水被你倒出来了。为什么倒出来了？你有没有拿好？你是不是没有拿好，所以就是这样倒掉了？对。对呀、啊，放学快过来！你要干嘛？嗯，穿上拖鞋，拖鞋。穿妈咪拖鞋。嗯，穿，快穿拖鞋，快过来！嘿，你看，拖鞋。君君啊，怎么了？明天礼拜四，妈咪送你去学校。爸。几天芭比才会带我去学校啊？应该礼拜五吧，看他有没有上班。但是明天是妈咪送你去学校。孩子，嗯，明天芭比带我去学校，我很快。我们，嗯，1点半就起床了，然后，嗯，我又可以跟芭比一起出门了。嗯，不用，芭比很早，明天会很早，所以你还在睡觉，芭比就会出门了。1点半很久吗？晚安。1点半会不会久啊？很早哎、欸。给你吃。给你吃。君君啊，请你乖乖坐好吃饭。啊，我坐好了。